爱的味道留在相遇的那天，回忆里面究竟藏着什么？我们的爱浪漫了整个夏天，许多少缘才没与你错过。我们的故事也许没人在乎，我只想紧紧拥抱你，心跳让你听到时光尽头，就算没有放纵，两个人紧握着双手就足够。命运前爱的记忆带不走，我只愿重点我已经画好了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嗯，这是我这几天找出来的一些项目，这些项目的梁家结构和皇宫派这次构想有些接近，我准备给参考一下。谢谢啊，欢迎回来。喂，童丹。喂，小萌姐，忙吗？不忙啊，正准备下班。我也刚下班，要不要一起吃晚饭啊？今天啊，今天还真不行，我和郑磊约好了要请在俊吃饭，庆祝他康复。哦，跟你们出来他就有空，跟我出来他就没空。今天还真是他跟我们约好了吃饭的，要不你跟他改天再约。我跟他明明约好了一起看电影学英语的。嗯，这样啊。啊，没事，那你们先忙吧，你们先去吃吧。哦，行吧，那我先挂了。嗯，你改天好了，那改天再约。嗯。嗯，我也要。你吃你自己的。没有没有，你可以吃他一个。你怎么不吃啊？饱了。嗯。好吧。嗯。妈妈喝点饮料。
为什么这边还有个空位啊？还有客人吗？嗯，一会儿妈妈的一个朋友要来。谁呀？你先吃。嗨，童丹来啦。嗯，在去那呀。嗨。嗨。童丹，我叫我来的。你一会儿带童丹去看电影吧。我们吃完甜点就带淼淼回家了。不是干什么看电影啊？对啊，那你电影票买了吧？嗯，快快带过去，走了。不不，你们也不问我。走吧走吧，你们走吧。哎，走了。走了。哎，好好看啊。哎，不是我说你们也不说一声哎。哎呀，走了，快点快点快点。宁小萌，你这媒婆。揍他！转行是吧？干嘛呀你？多吃一点。我戳我呀你！别戳我女儿。哎，这大半夜的，干嘛非得看午夜场啊？这片子很火的，都没有座位了，这场没办法了。那可以改天再看啊，不一定非得今天看。你这不是好不容易才有空吗？而且你不觉得午夜场很浪漫吗？啊？很浪漫，我不觉得呀。而且这人类的最佳作息时间啊，是11点钟，晚上11点钟要睡觉。你看现在几点了？哎，你看，你想，我们看完都已经凌晨了，这城市大部分人都睡了，就剩下你和我，踏着月色回家。你想想这多浪漫，而且呢，你家就住在我家楼上，你正好还可以送我回家。哎，停停停停停停停！你别忘了，我陪你看电影的目的是什么？学习啊！学习练英语是吧？别忘了啊！好好学。浪漫可以提高学习兴趣，兴趣可以提高学习成效嘛。行了，我先睡会儿，到点叫我。这件衣服怎么样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唯品会啊真是靠谱啊，正品三折。不就买点衣服吗？就把你给美的。花了好长时间才抢到的，女人得学会打扮自己。好啦，知道了。嗯，哎，你那天跟郑雷约会怎么样啊？他都已经答应跟我看电影了。嗯，这已经是个很大的进展了，你还能要求怎么样？我说的是感觉，你说你们俩半夜在一起就没有那种小电流吗？我是一直对他，但是他对我好像没有什么。说实话，就一丢丢都没有吗？好像没有。哎，妹子啊。不是姐说你啊，我觉得郑磊这个人呢倒是挺好的，但是如果他真的对你没有一点意思的话，那你也不要放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他的身上，免得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哼，哎呀姐你就放心吧。嗯，我会继续在。加油。喂，哇，奥黛丽·赫本 ，bingo。来，喝点水。不是，你就一直这样很久了，你不累吗？不累啊。你就这么喜欢奥黛丽·赫本？对啊，你不是喜欢他吗？我就花心思研究了一下他的造型。不不不，你误会了，我是喜欢奥黛丽·赫本的电影，不是说喜欢奥黛丽·赫本的造型，你明白吗？啊，
那我白费心思了。没，这样挺好看，那个展现了你的另外一面，是吧？那你可不可以陪我看他的那个《罗马假日》啊？罗马假日，可以啊。为什么不让公主最后和她喜欢的人在一起啊？爱一个人不一定跟他厮守一生啊，说不定遗憾的爱情才能更久远。进门能不能敲敲门？哦。喂，干嘛？那是古董，不能乱敲。哦，那我摸摸它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行吧。你干嘛？我呢，给你出个谜题：君子好逑的上句是什么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对了。哦，想看那个老电影了。行啊，改天吧，改天有空了，上楼来看吧。那就今晚呗。啊，今晚我得看看，我得行程。我刚才问胡言了，他说你今天晚上没安排，就今晚了。喂，有你们这样的吗？问也不问，不问我。我真受不了你们。你干嘛去了？我上过卫生间。Thank you.
怪。哎，这佟大人呢？走了。走了。嗯。嘿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这个呀，要从我爸说起。我爸是做戏剧美术的，从我小的时候，我的家里都是各种各样的古董，特别有味道。我爸呢又特别浪漫，他就用这些东西啊，把我妈骗到手的。这块表是因为他的一个电影需要一块道具，他就千辛万苦到处找，终于在一个古董店里把它淘了出来。后来就留了下来，在我大四那年，他就送给了我，我就一直带在身边。拒绝我，继续抱着一股执念喜欢小萌姐，但如果你真的了解她，会不知道她心里头到底有谁。还有你的好哥们儿，他搬回来到底是想关上门画图，还是想关注他自己的心？我给你举个例子吧，就是我喜欢健身，我喜欢游泳，那就是那种很普通的喜欢。对我为什么就不能是男女之间那种喜欢啊？因为我心里有人了呀。是小萌姐。买了点吃的回来。怎么了？啊？姐，我死心了。这次我真的死心了。楼上那个呀？怎么突然就死心了呀？我自己想明白了。他心里永远都不会有我的位子。哎呀，早想明白早好。姐又不是没有跟你说过，这一个男人心里要是没有你啊，还不如趁早算了。好了，听姐的话，以后你的生命里一定会再出现一个更适合你的男人。嗯。好了好了，姐不吵你了啊。记得一会儿吃点生煎啊。
的永远，牵着手走遍全世界，拥抱的余味，感动的眼泪，看不见，全都是谎言。爱像是尘埃，要怎么解开心中的遗憾？我猜蛋糕，我们一起吃吧。好啊。妈妈说这个蛋糕很好吃哦。是吗？嗯，这个蛋糕店就在你家附近。那天童丹带我去吃的。啊？我都不知道有这么家店啊。你跟童丹挺好的啊，看你最近老约过一句。那当然，我除了你们两个哥们儿，我应该还有一些闺蜜吧。哇。哎，我们要把童丹叫上来一起吃吧。他今天周末应该没有上班。我又不知道他上不上班了。那你要不要下去看看？我去叫童丹，顺便叫毛豆好了。行吧，慢点儿。哎，童丹最近怎么样啊？你的邻居，你问我。我是邻居，但是又不能天天碰到了。你和你邻居也不会天天碰见吧？对不对？可是童丹跟我说了，他经常找你看电影、学英文。那最近忙呗，可能他忙就。喂，这小脸那么大，不够分的。人家还会横切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听我讲话？我说人家找你的时候吧，你不情不愿的。现在人家不找你了，你是不是心里怪怪的？哎，落得清闲啊！你看多好。怎么样？童丹一不在，说跟同事出去玩，五点多才会回来。哦，那这样，妹妹，把
把这个你拿去给童丹姨，就说郑磊给童丹的。好啊。喂，我这怎么不说你啊？说。当然要说你了，这样童丹不是更开心吗？哎呀，你们也来来来，吃蛋糕。你呢？好。还是你的。再去你等会儿啊。这是比较大一点，都不给你吃，还是你的，来吃吧。这个好吃吗？在俊啊，你有没有觉得郑磊怪怪的？有吗？有啊，是吧，喵喵？嗯。你们女人呢，就疑心病。我就觉得他怪怪的，肯定怪怪的。老爸，我们回去拼拼图好不好？好呀，来。这个应该是拼这里吧？应该是。哎，对对的，对对。在画什么？嗯，老爸，你赶快一起来玩啦！我们快拼完嘞。来来来来来，你快过来吧。嗯。啊。你不是很早？哇，你快拼好了才叫我。这是什么？这肯定的，海洋的。上海。上海。当然是上海。那哪有那么多？哇，怎么拼啊？不知道。这海星在这。这。哦，我找到了。来了。毛道，怎么是你啊？嗯，裴叔叔上回问你借的酱油还你。哎，不用还了，你拿回去。哎，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好。那个，你小姨呢？她没来。哎，你被我的敲门声骗喽！以后那个小姨的敲门声是我的。啊，她最近很忙是吧？嗯，好忙啊，又去爬山，又去唱歌，好多活动哎。哎，叔叔，我告诉你个秘密哦。啊？你有蜻蜓出现了。那会儿班里有个男同学正在追小姨呢，你是不是分外眼红啊？你赶紧回去睡觉去啊！分外眼红啊！好久不见你了，还好吧？嗯，挺好的，谢谢你关心。小姨啊，这不脸都黑白的了，有什么好看啊？小姨，这是在看电影，学英语啊。可是你都看了三遍了哎。要多看才能加强记忆啊，就像你背诗一样，一直念一直念，这诗就记住了。做人啊，要活到老学到老，知道吗？
啊，活到了还要念书，真不想活了。别那么多话，快写作业。你不懂，他们这么开心，你难过什么呀？你也不懂。什么我不懂啊？不就是你跟我磊叔叔冷战吗？真是。张小磊，你这个周末干什么呀？好久都没有带妙妙去骑自行车了，要不这个周末叫上毛豆、童丹一起骑车吧？我带妙妙去就好了，童丹他们就算了吧。为什么？童丹去了才热闹呢。怎么了？和童丹不开心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什么联络。你们就住楼上楼下的，怎么会没联络啊？真的没有什么联络啊，大家各忙各的吧。各忙各的。嗯。哦，那我懂了，肯定是童丹冷落你，让你心里不舒服了。哇，你真的想多了，我跟他什么关系？又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怎么会没有关系啊？他挺在乎你的，我看你现在好像也挺在乎他的，那就有关系了。我是觉得吧，他这人有点奇怪。怎么奇怪了？就是你平时看着他大大咧咧的、笑嘻嘻的，说变脸就变脸了。说变脸就变脸，我认识的童丹可不是这样的。真的呀，有一天他来我办公室找我看电影，我刚从卫生间出来，嗯，啪，人就没了。从此以后呢，就给人感觉特别有距离感，特别冷漠。郑小磊，我看你还挺在乎童丹的嘛。这不是什么在乎不在乎，这。说真的真的，哎，他毕竟是毛豆的阿姨嘛，那我是妙妙爸爸，这个家长之间的关系你懂吧？你现在就不要费劲儿去搞清楚什么家长之间的关系，你先好好的想想你自己的感情吧。哎，你别说我了，你呢你看看你越来越瘦了，脸都凹下去了。我怎么了？你脸都这样了。讨厌，真的，你快点搞清楚你那感情。嗯，别说了，赶紧进去。你平时找外边冷，快快快，你赶紧进去吧啊！不要，你多找找童丹，那小姑娘挺好的。你不进去，我进去了。哎，我跟你说话呢。童丹。你最近和郑磊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听郑磊说，你最近都没有好好去找他玩，他好像还挺在意的。小萌姐真想知道。嗯。有一天我去他家具店找他，看到他桌上的怀表，上面刻了一个萌字。我想，那应该是你吧。不过小萌姐，你也别多想，反正都已经过去了。我想通了，他要是喜欢我啊，早就喜欢我了，何苦我追了这么久，他都没反应呢？嗯，
佟大，首先，你可以这么想，就说明你是一个很乐观的女孩。不过这件事你千万不要想太多，我一定会去好好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。哎，小萌姐，我们不说这个。小萌姐，我看你也挺喜欢在俊的，你脸皮薄，不好意思说吧？要不要我帮你去探探口风啊？你别乱猜啊！害羞什么？没有的事儿。这有什么肉可的？你生日的时候。这是我青春的记忆，一段很美好的回忆。郑小磊，谢谢你，你的心意我收到了。不过我告诉你，你必须赶紧找个时间去跟佟楠解释清楚，不然到时候人家真的不理你，后悔都来不及了。我找你出来呢，是想谢谢你帮我高中同学啊在垦丁民宿找房间这事儿。还不很久的事情吗？还谢什么？不是啊，你知道吗？他们都已经结婚了。哇，真的？对啊，所以要谢谢你嘛，要不是你，他们也不可能这么快。嘿嘿嘿，你跟我什么关系呢？真是。你知道吗？终于突破了父母这一关，现在特别幸福。哎，这个不用羡慕别人，你早晚都会有这一天的，一定会来，放心。我不着急啊。啊，我还有个事情想问问你。嗯。你们男人到底是怎么看待婚姻的呀？婚姻。哇。哎，你这种事情你别问我啊，你去问问郑磊，郑磊这个人比较正常，他的答案会比较正常一点。这个事情也不好去问他，对吧？哦，哼，那你觉得呢？啊？我觉得，婚姻生活应该是两个心爱的人决定永远在一起。每天早晨从晨光中醒来，一起看报纸吃早餐，东一句西一句，不着乱记的乱聊天。每天啊，有可能因为一点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吵个不停，但是啊，还会每天晚上一起甜蜜入睡。婚姻生活就是这样，对吧？哎，嘿，在俊。嗯。你刚刚在想什么？没有，就听你说话呀。还骗我？你刚刚想的是不是小萌姐？什么？哪有？都被我看出来了。你忘了我会分析微表情啊。哼。哎，你呀，就别老是顾着别人，顾好你自己吧。不对啊，你跟郑磊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哦，没事啊，不提他了。真的不提？那我不提了。喝茶喝茶。
谢谢。郑磊啊，毛豆妈妈，哎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想找一下童丹。童丹呀，他不在呀。那要不先进来坐一会儿。来，请进。我找童丹呢，是想把一些话说清楚。有什么好说清楚的呀？哎呀，你看看，我倒是觉得我们家童丹不对。他之前呀一直误会你，他误会你会喜欢他。哎，郑磊啊，你说呢？我就挺感谢你平时啊，总是教我们家毛豆功课。但是你说我也是童丹的姐，你就这么折磨我妹子啊？我好，我知道这也不能怪你。都怪我们家童丹一厢情愿，不过现在好了，他走出来了，想清楚了，也能开开心心去交朋友了，我放心了啊。那我们作为邻居呢，就楼上楼下的住着，你也别往心里去，免得以后我们见面尴尬嘛，是吧？爱情是不归的旅行，满的勇气，不经意尝尽你的风景，就回不去。是有你的